不论你是不是远传电信用户，只要下载登入远传新生活 App， 就是远传会员喽。你们看，我桌上的肯德基原味蛋挞就是用远传币换到的哦。不管是远传一般会员、VIP 会员，都能享有超多好康，还可以期待每个月有什么新优惠，给你的权益就是不一样。哎，牙医，为什么每天都有人请你吃东西啊？是不是有人在暗恋你啊？而且你今天还买了一桌来请我们，难道你有稳交的对象了吗？嘿嘿，才不是嘞！桌上这些满满的、啊、都是远传给我的福利啦。你不知道吗？远传对会员超好的，超多权益优惠，食衣住行娱乐样样都有，真的超给力！让我来一一爆吼一灾，跟着我一起来开箱远传会员全新五大权益，把好康的好玩的统统介绍给你。不论你是不是远传电信用户，只要下载登入远传新生活 App， 就是远传会员喽。先来介绍一下远传会员要如何查询自己的权益等级，其实超简单，只要打开远传新生活 App， 就可以从左上方查到自己的会员等级。接着下方的全新会员五大权益中，点选会员专属领域，就可以看到自己的星等和权益优惠内容喽。有分一到四星会员以及 VIP、璀璨 VIP 共六种会员等级，等级越高，可以享有的优惠就越多哦。知道自己的会员等级之后，接下来当然是要来享受这些好康啦。首先是会员专属礼遇，这会不会太好康啊？ VIP 会员竟然只要一折，当然手刀兑换起来啦，走吧。 VIP 以上精选商品一折兑换，可以用20远传币兑换星巴克纳提蛋糕组合。好康不止这样，还可以用一个远传币享有肯德基百事可乐买一送一的优惠哦。还是折扣市集，里面就是大家最爱的吃喝玩乐好康大集合啦！而且偷偷告诉你哦，现在三月全会员只要透过远传新生活 App 订购真主单并完成登录，就可以享有回馈3%无上限哦！还不赶快喝爆！哦，原来你是因为这样来请大家喝真主单啊，买越多赚越多回馈嘛！哎呀，没有啦没有啦，好康大家一起分享啊！必胜客肯德基专属套餐也可以享有优惠价哦。这些好康啊，每个月都会有不同的优惠品项哦。除了每天都要来一杯的饮料之外，还有各种餐厅折扣以及旅游优惠回馈，每个月都可以换换口味。远传的会员们也太用心了吧！下个月我要来规划一下去哪里玩喽。哎，还没完还没完，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其他超棒的远传会员好康。先来介绍一下什么是远传币呢？远传币啊，大于等于一元，可以在远传新生活 App 上兑换商品，或在远传 Friday 购物当现金折抵，还可以用来折抵电信账。单或者是在远传门市消费折抵商品等等，远传币真的超好用。你们看，我桌上的肯德基原味蛋挞就是用远传币换到的哦。哎，等一下，那远传币要从哪里来呢？啊，我告诉你啊，除了登入远传新生活 App 签到就能够获得远传币之外，使用远传 Friday 联名卡呢，还可以享有快速累币，最高呢享有电信5%回馈哦，一般消费还有2%回馈，无上限，是不是超赞的？远传会员赶快手刀办起来！偷偷告诉你们哦，因为我是远传 VIP 会员，所以我也用8折买到911演唱会门票哦。远传超级门票每个月都会有不同的合作内容，我超期待下次是谁的，我也要赶快手到买起来。了解完前四种远传会员权益之后，是不是会想说都那么丰富了，到底还有什么呢？我跟大家说啊，远传还特别针对远传电信用户提供特别的服务哦。凡是远传电信用户都可以享有远传守护网免费3个月。这个是什么呢？因为现在网络诈骗猖獗真的太可怕了，远传守护网服务可以帮你阻挡风险网站，侦测病毒，阻挡不明档案下载，远离恼人的病毒或是不明广告的烦恼。还有还有，如果爸妈担心孩子偷偷上网看到不该看的东西，远传守护网也可以阻挡不当的网络内容，让孩子远离色情暴力，真的非常实用哦。快点过来吃，快点吃，快点吃。终于介绍完了，大家有没有觉得远传会员权益也太丰富了吧？不管是远传一般会员，或者像我是 VIP 会员，都能享有超多好康，生活的方方面面，吃喝玩乐都帮你照顾到了。
还可以期待每个月有什么新优惠，给你的权益就是不一样。远传会员们，快打开你的新生活 APP， 查询你的新等和权益内容，别让到手的优惠从你眼前溜走了。让远传会员全新五大权益，满满的小确幸来丰富你的生活吧。好康的好玩的，尽在远传新生活 APP。远传真的最给力。